那我们准备要开始喽。哎，等等，第一首是什么和弦呢？第一首和弦，我只会讲英文，你听得懂吗？应该听得懂吧。你们知道我只会讲什么吗？我只会说大家的日本语啦。第一首带来这个，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蛮惊讶的哦。A C G 团他们本来比较不会带来这种。其实啊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刚刚得到一个独家消息，我们涂鸦方跟独角兽得到他们赞助，获得他们联名 T 跟亲笔签名送。然后呢？这没有两万块起标的、啊。哎，什么两万块？我们六万个人在抢，好不好？我最喜欢中间。想要的站中间，看你想要独角兽的签名还是 T 恤，一二三。哇，超闹赛哦！这里还有一个。天哪，到底干嘛？我最喜欢闹赛。有没有人来转过去？霍翔国吗？霍翔，真的蛮像的、啊，大家自己看吧。好、啊，我还以为国文来了。我哪能讲国文？哎，对啊，哎，大家有看最近的，要够有名，然后够好笑的，才可以上国文的节目哦。哦，看来我们这个尴尬应该是得到伯恩。那你应该上不去了，因为你很尴尬。不，上伯恩还有一个要素就是尴尬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完全达到这个要素。就比如说上班怎么看你，怎么？
蔡哥的，尴尬。哦，哇哦，原来是蔡哥的部分啊。OK OK OK， 哎，我想问一件事情哦，雪薇现在有在这边吗？雪薇，有人可以帮我叫一下雪薇。哇，是肥哦，是肥哦，是肥哦，搞什么东西？怂啦。明哥，哎，继续尬聊一下，尬聊一下。尬聊，我讲的是人生的道理跟哲学的态度。这边有麦克风哦，不要那么痛。喜欢想听到我讲话的人就想听到，不想听我不想听他听。我刚刚不是讲尬聊，我是讲人生的哲学跟我们人生的探讨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有理论、有根据的东西。雪薇过来吗？所以，好了，帅。用爱我怕了吗？哎，请走音了，好尴尬。哎，我们现在欢迎雪薇上来。不知道哎，我请我们明哥来解释一下。自肥。哎，我一件事情更想知道，你们谁是单身？我居然被发现。哎，上次就哎，真的铁粉好不好？真的铁粉。哎，我们对着麦克风跟观众讲一下。我们团只有两个人单身，女生啊。不是一个吧？哦，原来下面两个，还有，就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你们看到很可爱绑双马尾那一个，全都很可爱，就有一个绑双马尾，包括不送啊，哈哈哈哈哈，接不下去，好难接，太小了，可爱啊，就那个152公分的那一个，是站还是？当然是躺着啦！大家听到了吧？哇哦，躺着，没有，我觉得我也很想要躺着150。152好而已，只差你穿什么。这是什么叫什么？可能做人太奇掰，所以先拍。
痛苦狠心把着你似乎有签到手都断，签给你们，面签。哎，这个独角兽签真的签名了，你闻一下，很香哦，很香呢，各位。
好，那干话讲完了。我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两首歌，因为接下来这两首歌会连在一起，然后中间就基本上是不停的。然后介绍一下，这边应该大部分人都对这两首很熟，但是有一些可能平常不听 ACG 的。然后这两首歌呢是1999年的动画，很久了，20年前了。然后它算是我们这边大部分的童年回忆，然后它也是所谓。热血吧，热血跟嗨歌的经典。老人，那歧视老人。那我就开始了。还有影片组麻烦哦，影片组。啊，对，来来来来，我记下来。这是我们这两首歌啊，后面会有安排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。今天有什么误会啊？什么？世界中で知っただけよ頼りない翼でもきっと飛べるさ哎，欧巴酱，你得，
是等着。哎呀，哦！こんなところにいたぎこ。ミミが探してたぎこよ。知ってる。でも会いたくないの。どうしてぎこ。だって会うと別れが辛いじゃない。だったら会わない方が。それでいいぎこか。本当にいいぎこか。後悔しないぎこか。ミミ。時間じゃ。電車に乗りなさい。说中间要连着就连着，下一首。
有做一个字幕的影片放在后面，就没有播成功。好，那首是我们自己写的中文词啊，我们就是原本说要搞创作，就后来创作没搞成，都变成在写，就是自己写中文的词这样子。变成闯歌。OK 吧，不需要。我觉得超时的，从昨天到今天我。跟你讲啊，我们团只有两个特色：一能喝，只有我；二尴尬，只有他。其他人都是又不能喝又尴尬。你看又破音，怎么办？还要拿歌词出来看。而且这个歌词是他刚刚在 7-Eleven 印出来的哦，你摸上手很烫，会烫到手，小心。买保险买了吗？没有买不要摸，买了过来摸，200万先留名字。哎，我问一下哦，那个在座各位是不是都会看，会去伯恩的现场看？这么尴尬的东西，你们都笑得出吗？有吗？又尴尬了，对，又尴尬了。没事啦。哦，好了，哎，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办这场？可能因为钱很差太多吧。要造福一下社会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造福社会吧。对啊，我们要发票。没有中奖的都捐出去，中奖的我都自己。对啊，捐出去让人家再对。有没有很有爱心吧？没有中了我就捐出去耶，中了我自己留，很有爱心吧？你们会捐发票吗？你们不会，你们没有爱心，谢谢我。对一下，中了给我，不中了捐出去。我都不知道我们团之后怎么办耶。怎么办？做爱心啊，有爱心，用爱来发电，我们有爱心就可以办，好不好？我们以后少了一个这么尴尬的人，要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这里全都很尴尬。团员啊，不是我们那个团员备群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其实我刚吉他都没有开声音，拿着吉他扫两下，过来讲两句话，一起开心，今天一晚上 ，OK 吧 ？OK 吧，哎，等下去一起喝。到底叫什么我也不知道。我怎么会找那么奇怪的团员？好啊，这个人就是我们这次为什么会办这场的原因哦，就是因为他那个原本要毕业啦，59分哎，59分，那谁知道他现在不用毕业了，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办这场到底要干嘛，原本是要换什么，他还继续留在台湾，我在台湾的目标发大财。根本没有想要沾上政治色彩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吗？好，来，我们讲一下下一首歌啦。有没有人知道我们今天的 keyboard 手他扮的是什么角色呢？给大家提示，发声呢？发声，发声鸟。
八心狗。怎么了吗？我刚刚说什么啊？没有。对啊。还真的没人知道。没人知道啦。八神啊，摇起来，八神摇。要检讨自己了吧？好，对不起嘛，我是第一次戴假发。没事没事。其实是那个夏玉天使是谁的作品？里面谁是金色又长发？哎、欸！眉毛又清楚的。对，都都谢谢。眉毛没有变颜色。你看，你站前面一点。他今天眉毛真的有特别画出，我们刚认证的，真的有，肯定是太远了。够粗吗？够粗吗？够吗？好，回去啊！好，这首歌是送给我们那个原本要离开，现在又隐蔽的人的夏玉天使。好好，演艺快乐，祝大家。听说你是酒神嘛，大家在一起去喝啊！干，喝酒没有了不起，六九啊你！对，
Hello 啊，我是欧弟。那恭喜你毕业啦，啊、然后学成归国了。那我很高兴可以认识你这群人，然后有机会一起表演。觉得我们那次表演就是我，算是我非常难忘的一次经验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然后非常享受舞台，然后我也觉得感受到大家对音乐热忱啊、热情啊，也祝福你回去之后能继续好好的玩音乐，然后往更前面的道路迈进，然后不要放弃音乐这条路。那恭喜你毕业快乐喽，表演顺利。Hello， 我是阿蛋，祝毕业快乐。干！好，在这尴尬的气氛中，下面还没有什么要话讲，没有，我要 ending 哦。大家认识我，知道我是很内向的，很害羞。是你老师啊？我就很内向，大家知道我认识我两年多才听我讲两句话，所以今天大家来到我讲的三句话，最后一句话，我们的联名 T 恤。创造共同回忆，就是你们。明天没有，只有今天。400块即可拥有，新台币400块。等下下去的时候是不是哪一件啊？各种尺寸均有。不好意思，刚刚 XL 已经卖完了。那你怎么马上打我脸？啊？什么？你怎么马上打我脸？不是啊，我才刚是各种尺寸均有。因为我最喜欢尬翻。好，下去买一件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 ，Go Go。